大款新药做不了，悠悠隐形圆缺与烦恼，何不花前月下老和少，请君看看我们眼前的人，大家早晚都要买青草，青草一年多少新盖的人，一年总有一把扫。跟着三代头子不会有错的，你别忘了，女人有比武力更能够制服男人的武器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冲下了，威风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拜托拜托拜托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黑道中人不都是这样子吗？敢爱敢恨，这有什么奇怪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答应哦这个婚事的。你去哪儿？当老大啊，该在这里睡了，你就睡吧，我可要走了。还有，以后不可以去我上工的地方找我，否则哦，我会对你不客气哦。威风，你是不是在米粉房里迷上了哪个女人啦？女人的直觉啊是不会错的，当上了老大，还对老百姓的工作念念不忘，一定有个忘不了的女人，我一定要杀了那女人。哎，这威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上工啊？威风，你怎么了？奇怪了，他今天怎么都不理人呢？好像不是这个女的。哎，你抬去坑哪里去？冲啥？坑哪家？来啦，快进来啦！哦，姜伟峰，你个臭小鸟，你去洗洗好啊！我是安怎啦？吼，遐尼水骚囡仔，是你相亲的对象哦？我心肝足硬的呢，足气的呢。先生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嘛是受害者呢。嗯，祝威风，你刚刚为什么不理我？你们听我说啦。你们不要看她哦，这么漂亮。其实哦，她的心哦，就像毒蛇一样黑呢，就像毒蛇一样黑呢。你凭什么不得罪哦？那你看我的脸就知道啦。所以哦，我拒绝了她啊。啊，不过哦，她认为哦，我在这里哦，有个心上人呐、啊，她要把她给杀了呢。那刚刚是我错怪你了。哎，秋月姑娘。实在哈，很不好意思啦。搞不好他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哦，在监视着我呢。真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女人呢？这么霸道啊！你们绝对哦，我都可以了解这种查某人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那个查某人一定足爱你无，我来一定要嫁给你。哎呦，你无都去了解啦。那。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心上人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如果我现在说是谁是我的心上，他就有生命的危险呐。哦。你放心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绝对让你无代志啊！哎，来了。有什么代志啦？我跟你讲啊，威
兄讲哦，中途休困时阵哦，你去后山凉亭等伊，伊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有代志要甲我讲哦。对啦对啦，啊你即马就去咯，去后山凉亭等伊，即马就去。我嘛好啦。爹娘，你叫我找伊是要从啥啦？你只要把阿威哦当作心爱人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袂用的啦，安尼害着伊呢。你放心啦，你只要去后山凉亭哦，其他代志你免管啦。哦，这个主意真不错哎，那个女人绝对不敢对马花动手的。阿辉啊，阿辉啊！伟峰啊，你来啊！太谢啦，我等遐久安尼。不要紧啦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无？我是讲吼，要甲你学一寡吼，炒米粉的技术啊。好啦，安尼哦，我来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我这手哦，这手哦，两根做伙啊，安尼炒。原来威风喜欢的竟然是哦，安尼惨了哦，两支枪安尼，阿辉啊，再跑再跑，嘿嘿嘿，我拢知影啦，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走了吼。哎，威风啊，我袂惨了啦，我袂甲你干了啦，哎，你再跑啦。你什么人啊？乖乖的跟我走，我呢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哎，我是什么所在得罪你哈？威风呢，竟然选择你这个胖女人，而不选择我，这就得罪我啦！哎呦，歹势啦！啊，我就生出这型高嘴。安尼袂用的啦，安尼阿辉啊哦，做辉啊，我去救你，等下啦，辉娘你着上场啊啦。笑呀！阿辉啊，你听哦，好头啦，你足听上话呢，我特别暗中甲救你。哦，你甲救来啊？哎呀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你要干什么？帮主，你今天找我们来一定有事，请问？我想告诉大家哈，你就直说吧。我想拜托大家了哈，让我退出强盗帮了。啊？真的吗？哎呀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你以为这里是玩家家酒啊？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啊？是。帮主，请再考虑一下吧。没什么好考虑的，走不成的。大姐，你要我怎么样，你才能放我走呢？对不对？我又不是当强盗的料，哦，对不？当米粉工会比当强盗风光吗？也不是啦，我只希望哦，能够脚踏实地，规规矩矩的做事啦。不要打打杀杀的过日子了，所以呢，我想把这个帮主的保卫哈让出去了。帮主果然是深明大义啊，明智之举，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大家，大家，你看看，大家都这么推崇你，你就安心当你的帮主吧。不能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呢，我还是丢了。哎呀。帮主，你既然要退，那要赶快找继承的人选呐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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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弄清楚哦，一日为道，终身为道。啊，你讲什么道？哦，我都不知道啊。既然前任帮主挑选你，就表示你是我们强盗帮中的异类，强盗帮需要你。我呢，大姐，我呢，请你接受哈这个帮主的位置好不好啦？我早就告诉你逃避的下场了。如果你一定要让位的话，我想，我想最适合的人选就是上任帮主的女儿铁娃。不好，喂，大姐，这样不好吧？丢啊！对啊，大姐，铁娃要是来我们啊，这强盗帮就毁了。毁定了啦。对啊，大姐，你既然有女儿，自己的骨肉总比我这个外人好啊。我虽然当了半辈子的强盗，但还不至于生出这样的女儿，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。这是前任帮主的女儿住的地方啊。不是住的地方，是关的地方。大姐头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三代帮主想要见见里头的人。要见铁花？对。好，那我带路。走。不过可要小心点哦。这回出什么事了？没有啦，只是每天帮他送牢饭那个大女儿现在还受重伤哦，在家里面。哦，带我们去见他。是。大姐头，人越少越好。哦，你们留在这儿。是。走。人就在这里边，你们自己看。还以为叔叔吗？快叫我爹放了我！我以后不会再调皮捣蛋了。你爹已经过世了。是，我不相信。亲爱的考虑了，快放他出来了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，放出来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我啊。哎呦，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说得这么可怕呢？老妈，我们新帮主不了解他的状况，把平常干的好事跟他说说。挖人家的坟墓啊，把那骷髅头放在人家办喜事的那个门口啊，还有去养猪人家那里啊，把小猪的耳朵割下来卤了拿给他们吃。还有啊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当家的，你不要看他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他说变呐，就变成一个人见人怕的恶魔。不会啦，我不相信呐。哎呀，就跟你一样啊，白天是米粉厂的小工，这晚上摇身一变，就变成强盗帮的帮主，谁会相信呢？帮主叔叔。乖，会听话的。你有听到吗？他以后会乖，会听话的。赶快把他放出来了。我可没这个权利。当初关他的是上一任的头子，现在要放，也只有帮主你了。帮主，我都是要的。哎，好好，我现在就以帮主的身份哦。赶快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！什么千万不要？放出来，我们都会后悔的啦！真的会后悔的。啊，不会啦，什么事情都我来负责就好啦。赶快打开了。你真好，你是好人，快快放我出去！快快快！帮主，帮主叔叔，谢谢你。小心点，快点！你赶快把它打开。老板，快点！快快放我！快了。闯了大祸了。
猴子吗？没错。单独一个人冒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陷阱？我知道，这是下手好机会。嗯，危险。你救一下爹，一起会被宠幸的。哼，今天你死定了。荷花红莲，做人好比做神仙。你不是强盗帮的头子吗？没错。单独一个人冒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陷阱？我知道，这是下手好机会。嗯，危险。你救一下爹，一起会被宠幸的。哼，今天你死定了！住手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，不觉得丢脸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辉峰哥哥，我还救你了。就凭你想救人？救人！铁花，他们人很多，很危险的，你赶快走吧。哼，现在想逃也来不及了。逃不了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杀了他，你又怎么办？你放开他，否则别怪我铁花心狠手辣。好，我们放他走，不过你们也要放我们走，要不然的话，大家就一起死。当然可以呀、啊，铁花，多谢你救了我。我只是不想丢我们强盗帮的脸，快走吧。太简单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放他走了，你也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答应你，他们可没答应啊。你逃得了这一次，逃不了第二次。帮手，找你好苦啊！屠峰的人找你，已经碰到了啊，来过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已经找啊啦，幸亏啊，铁娃来救我呢。帮主，你要小心点，铁娃他很诡异哦，他是一把两面开锋的刀子。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一面是这么可爱的小公主呢，啊，另外一面哦是人见人怕的魔女呢。哎，阿奶阿奶啊！希望他的魔性少一点就好了。阿奶，阿奶，我去催伊啦。啊，我帮助阿雄啊，大家固定啊。可爱的光头，哎呦，闪开闪开闪开！哎，奇怪，啷找到去啊？啊！你搞的我的酒，你想怎样？想怎么样？我怎样？大哥，对不起。站起来。不要疼！卖米粉！米粉，卖米粉，卖米粉啊！大声一点！卖米粉啊！卖米粉！铁棍，我怕了！哎，我怕了！哎呦，是你！你怎么这么残忍？你简直没有人性呢！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命，就跑在这里跟我说教。我就是不准你打他了。天华姐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跟阿忠哥讲话了。你不是喜欢阿忠吗？叫他来救你啊！我可没说我喜欢他，我错了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我什么都给了你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、啊。
听说威风昨天又发飙了。哎，帮主去找铁娃，但是他终于看清铁娃的本性了。哼，有些人天生就是流着强盗的血，这是改不掉。我想帮主是想以身作则，希望铁娃跟他一样当个正常人。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铁娃怎么可能会听威风的话？他连我的话都不听，他会去听一个跟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帮主？大姐，我想铁娃问题的症结应该出在阿忠的身上。我才没心思管他们这档事儿。这些人都是前任帮主留下来的孽种，现在却要我来承担，我烦都烦死了。啊，帮主现在应该醒了，我劝劝他啊。祖父嘛，帮主他一大早就拎个东西出去了，说是去什么米粉坊上工。米粉坊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搞不懂，这帮主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不是强盗帮的小魔女铁蛙吗？小魔女还好，下旁边又多了一个小魔头呢。小魔头？你说小魔女旁边那一位？不会吧，如果是小白脸是小魔头的话，那我不就成了魔鬼了？小声一点，小心没命了。不要吓唬我啊。你看，真是冤家路窄啊。死丫头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他们是谁？都是些杀猪的，现在给我磕头下跪，不然把你们当猪宰了，一条小公猪，一条小母猪。忠哥，算了，别跟这种小角色过不去了，他们也是找强盗帮头子的茬，不是冲咱们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我们搞错了， 我以为你们是一伙的。你给我搞清楚，这是那个强盗帮头子给我留下来的纪念品，现在我要在头上打个洞，你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回去告诉你们头子，要是谁敢动他，我要他不得好死。这小子可以好好的利用利用。娘，娘怎么起来呢？大嫂不是说来帮忙吗？她家里生意忙，提前先回去了。哼，这个不负责任的女人，现在把她家铺子给砸了。千万不可闹事啊！娘，自从你哥哥过世之后，她能来我们家帮忙，就已经算是很好心了。今天你带人来，哎，这位姑娘是？她是铁娃。伯母你好，阿忠哥啊，要我这阵子来这里照顾您老人家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您快别这么说，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啊。哎，要不是当年你哥哥误入了什么帮派啊，现在这个家闹成这个样子啊。娘，我觉得安心养病吧，家里的事我照顾得到。嗯，阿忠啊，你要是不闯祸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，你还要我怎么说你呢？伯母您别难过嘛，阿忠很快就会有工作了。可以去武术馆当教头啊，而且
少侠，我们终于找到你，特地来向你当面道谢。谢什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少侠见义勇为，打跑了坏人，救了善良的百姓。是真的吗？请问您是？在下是，在下雄风武馆，想礼聘少侠担任教头。伯母，你看，阿忠现在有工作了。你们到外面谈。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想请你加入屠夫帮。哼，我不会加入什么帮派的。你先不要急着拒绝，我们老大很器重你。免了，你们走吧。你母亲病重，需要很大一笔钱来请大夫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没错，跟着我们屠夫帮闯荡江湖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只想吃掉强盗棒头子。那咱们是有志一同。明天我会去找你，把我娘钱准备好。没问题。信得过这小子？他是我们的马前卒，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？顶多是一副薄棺材。明天一早叫四郎五郎去把秋月先绑回来。是。就是这个女的，你在寻我开心？要对付这个女人，压了这个女人啊，强盗帮的头子就会出面。我对女人没兴趣，等阵脚要出现时再来找我。那小子太猖狂了，真想斩了他。别急，我们还用得到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找压，压到。做人好比做神仙。这个不中不下，我啥关系？我蛮在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透早来开门，伊就一人倒遮。你也无甲叫起来。我伫看，伫看，看戆去啊！后壁人难看啦，无恁问。怎么这个人啊？我爱好好做代志，看查某人困，也要骗着无。好好去做代志啦，好啦。哎呦，早知影都较早来啦。关于有品也无品，真可惜，我拢无看到。阿弟，你做哪鬼？想到你的故乡啊，啊，都，啊，哎，大
油炸。你阿哥，你怎个样对秋安啦？我，阿你哪知？哈哈，秋安啥料吼？吼，那稻草吼有一丢我来旁边了，够你这臭外甥味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卖啰嗦啦，都爱行啦！迄山坡人啊吼，安奈足惊呢，买花啊！大姐，我们有几个糖果被挑了。哼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哪条道上的？屠夫帮。又是屠夫帮，没完没了的。听说他们最近请了个不要命的杀手。哦，是谁？就是铁娃的爱人同志阿忠。是他娘！上回给他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听说阿忠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要杀了我们的帮主，还有阿忠对我们堂口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，我怀疑一定是铁娃写的。这娃儿也太不像话了，逼不得已我只有大义灭亲。帮主，我们在说你了。你们在说我？说我什么？那我们再演一次给你看。黑熊，大姐，我们的堂口被挑了。是谁吃了雄心豹？我知道了，可是千万不行啊！铁蛙究竟是前任帮主的女人。你咋不干呢？她不是我女儿。帮主，你不知道她害了我们多少兄弟啊！我知道铁蛙爱阿忠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去伤铁蛙跟阿忠，我会劝他们的。怎么劝呢？用你的身体去挡他们刀子吗？哎呦，阿你还在搞啦？我想足久的呢，我你清清菜菜阿你摇到掉掉啊！我正准备哦，阿你别去走呢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身子还没好呢，进去休息吧。躺久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哦，小心。铁娃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哪的话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这孩子从小就让。没想到到头来还是让他的朋友这么样的照顾我。伯母，您快别这么说，阿忠的娘就等于是我的娘一样啊。外面风大，你还是进去歇着吧。扶你走吧。帮主，从来没见过铁娃这么温柔的，我还以为看错人了。哎，人到底是有善良的一面啊，这看来啊，这强盗啊也是有人性的。帮主，终于想通了。哎，不过我还是要脱离强盗帮啊，这个好好的照顾我的小孩，平平静静的过日子。哎呦，大姐，我们不能再耗下去了，现在姐妹们走出去啊都跟龟孙子一样，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德心，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哦，一刚动作洗苏大呢。哼，那你们看呢？只要大姐肯下令，看到屠夫帮的人就去打他。没有几天哦，他们绝对不敢那么摇摆的啦。嘿呀嘿呀，至于那个杀手，我们就叫头子去处理就好了。嗯，头子呢？那一哦，还不是在那个迷魂坊跟着迷魂西施鬼混。迷粉西施，就是那个秋安啊。大姐，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，头子原本不是我们强盗帮的，万一哪天他出卖我们了，跟敌人结盟，我看我们是不是要……他要是不争气，不需要你出手，我就第一个解决他。哎呀，
哎，我秘密在这讲吧。什么秘密的？你知我的意见往下人吗？你莫叫他的面啦，总袂是你啦！你，伊讲吼，伊家伙偷伊是袂偷伊头啊！我甲伊开讲的时阵哦，伊讲伊对伊偷伊头印象偌好嘞呢。微风、沙皮林，你们两个又在叽叽咕咕什么啦？无啦。沙皮林。啊，无啦无啦，阮讲天讲地讲南讲北，讲秋秋天的月亮特别圆啦。微风啊。哎，我先来走，你家己较无着啊！哎，先生，微风，我发现你最近工作不够努力哦。嗯。哎，注意点！你干什么？别点了！放手了！微风，你干什么？放手啦，微风！很久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这疤都是他给我用的，现在下边还给他。对不起了，你认错人了啦！你想狡赖？你们真的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嘛。你们这种人就只会欺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，不只是欺负而已。啊！秋月，秋月，这妞脸蛋长得还真迷人。哎，不要碰她！你们要找的是我，你就冲着我来好了，跟她没有关系了啊！拜托了。哎呦！杀了你再说。秋月，秋月，是你。我单纯是不在心里面。你也可画红莲，做人好比做神仙。林焚香，管你是谁，杀了你再说。秋月，秋月，是你？那微风呢？他没事。微风呢？微风，微风！我打！微风！微风，你醒一醒啊！微风！秋月，我把坏人都打跑了呢，你没事吧？
我明示。没事，坐坐。嗯。严俊来，怎么交代你的事情还没有办成呢？对方功夫诡异，还冒出个米粉侠，要杀也杀不了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这档事是你是不玩了？要玩也玩不下去，告辞了。嘿，小子，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想杀我？哼，如果让你一走了之，我去哪找个替死鬼来和强盗帮来说和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真是人心险恶，我也不想做你的代罪羔羊。你们不要赶尽杀绝，就算你们现在杀了我，给挖回去有报酬，保证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别在那里，帮主，他查查看，铁蛙儿到底什么来历的？我们要将他一网打尽。是。铁蛙，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。离开？为什么要离开？因为帮派以下的葛沙林要我们死。死？谁说的？我让他先死。屠夫帮。屠夫帮？好，跟他拼！就我们俩，你怎么是帮派？怕什么？杀两个赚到，多杀几个就够本了。是我娘吗？阿忠。啊？我娘，怎么会起来呀？是我跟铁腕商量，要带你去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静养着。静养？算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跑了。娘，你都听到了。逃跑就逃跑嘛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自己犯的罪，你自己承担。但是可别牵累了我姑娘了。去去，收拾收拾，连夜逃跑吧。娘，可是我担心您的病啊。啊，我的病，折腾不死。我算过命，我命中是凶中带吉。对对对，伯母，您是吉人天下。可阿忠的命啊就不同了，他的命啊是凶中有凶。是哪里呀、啊？这里就是生长虎牌米粉的小镇啊！你忘了？上次我们同时梦到观音娘娘，她怎么说的？她说我们到虎牌米粉厂就可以找到爹，这不就对了？小峰，来，你看，虎牌米粉厂哎，姐，我们进去找爹。你看，山天这么黑，怎么找啊？我们先找地方过夜好不好？又要在哪里过夜啊？嗯，姐，有人来了，而且还不少哎。我们去跟他们借地方过夜好不好？嗯，走。这位叔叔还有阿姨，我带我姐姐流浪到这里来找爹，可不可以请你们收留我们一夜啊？不行。你好凶哦。这位叔叔，求求你行行好了，拜托好不好？跟你说不行就不行，你啰嗦什么啊？阿姨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
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吗？你，我才不是你的朋友，而且我们在跑路。姐，什么是跑路啊？就是比我们流浪还凄惨啊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再去找咯。大哥，我们去接他们回来。算了，既然他们走了，就把他们当作死了。你真是死啊！我们两个是流浪两姐弟了。不用说了，我们是不会收容你们这两个小鬼的。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凶啊？我们是强盗，又不是奶妈。我们是奶妈，我们收容你。姐，总算碰到好心的奶妈了。这位奶妈，她不是奶妈，她是强盗帮的女强盗黑狼。你们要是喝了她的奶，当场就会毒死。知道有毒，算你有眼光。狼姑娘，咱们都是为人跑腿替人卖命的，何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呢？是你死我活。姑娘，你脸蛋长得这么好，心却这么狠啊！这个就叫做欧甘纳德导游。你知不知道本姑娘为什么不杀你呢？狼姑娘，请说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胡子刮得这么干净的男人。酷。过奖了，后会有期。下次我会刮得更干净啊。哇，奶妈，你的功夫真好哎！不准再叫我奶妈，滚！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小凤，他们是女强盗，不要惹他们，我们去找爹。走，站住！你们要找爹？你爹是谁呀？朱威风，你听过啊？头子，头子是你爹？不是叫头子啦，叫威风。你有没有听过？你们是他什么人啊？他是我们的爹，那我们会是他们的什么人？笨呐！难怪头子死都不肯定亲，原来是有他们这两个宝贝。你们认识我爹哦？我呢，不单认识你爹，而且啊，关系密切。啊？关系密切？他不会是我们的亲阿娘吧？好可怕啊！啊？真的有孩子啊？神仙。他真的有孩子啊？但是原先我也不相信啊。吼，那问题得大哦，真正是乌鸦在导游看不出来呢。而且他们两个小孩说，他妈妈哈长得那样美不离水哦。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嘛，怎么可能嘛？她长得再漂亮啊，也没有我们大姐漂亮啊。对了，两个孩子人呢？为了以防万一哦，有什么节外生枝，我把他们安置在我们后院的柴房。算你灵光，把孩子带过来，我要带他们去见威风，带他们两个去见帮主。是啊，那不好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遵命。
姐。看你紧张的，真是的。坐了。哎，这上回你跟我说你有老婆跟孩子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故意这么跟我说的，但是我现在知道是真的。怪不得你不肯，你怕带两个拖油瓶来啊。大姐，你现在相信了哈？嗯，这如果说我愿意收留他们，而且让他们过好日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姐，你说的太遥远了呢，他们远在天边，可是现在近在眼前啦。近在眼前啊？他们来找你了。他们来找我？那他们人呢？进来吧，孩子们。爹！小妹、小凤，你们来了！爹！你们来了！哦，瞧瞧你，瞧瞧你这个儿女情长的样子，我们这个做强盗的看了可真是吃不消。哎，我看不下去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？啊！我们一路从城里逃出来，走了好多路才找到你。嗯，还渡过好几条河呢。你们真的有本事。你娘呢？娘的家快要垮了，又嫁给那个当官的才有救。我觉得还怕我们两个乱跑，把我们关起来。而且根本关不住，没几天我跟姐姐就逃出来了。我塞了，我的老娘啊！一定尽欢乐了。我爷爷，明天哦，我要带你们回去找娘，啊！不要了，爹。你要是回去哦，会坏了娘的喜事。啊！爹，你死心吧，另外帮我们找个新阿娘好不好？嗯。千万不要再找一个臭婆娘，受不了了。什么？你那娘臭婆娘？你讲对还不对？我没讲。哎呦！大姐呀，我们现在强盗帮啊，快变成育幼院了。帮主每天带他那两个宝贝这样转来转去哦，已经变成江湖上的笑话了。偶尔一餐不碍事的，孩子既然来了，就让帮主的心定下来嘛。定下来，我看是留不住哦。哎，起来了，带他们去吃饭。不用了，我们马上就要走了，我是要跟你辞行的了。啊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走。你们要到哪儿去啊？哪里都可以啊，就是不能留在这里啊。爹，这里不错，有吃有喝的。对呀，对呀。这小孩不懂事，来，我们走。当家的，等一下。我不是当家的了，别乱喊了。哦，姓祝的，借不说话。这里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偏要走啊？大姐，这里是强盗窝呢，我毁了就算了，不能再害下一代了啦。那你要去哪里呢？离开强盗窝越远越好啊！哦，来，我们走了哈。嗯。谢谢。你看看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啊，我去揍了他了！站住！帮主啊，你要做了他，你疯了，我看不下去了嘛。我这里有一锭金元宝，你拿去给帮主，他现在要找房子安顿孩子都需要钱。嗯，这快去了。好，thank you.
不在心里念，与你也可把红莲，做人好比做神仙。奇怪，威风是走倒去啊，这阿妈还袂来，你是要想要走啊？你一定有代志去耽误着。你有哪几块地头啦？已经变倒来啊啦！总管，足奇怪，常常爱找迄威风麻烦，当手啊，到今嘛，还是还袂来。手我喽，一定是哦有代志耽误啊啦，伊无代志哦，袂迟到的啦，伊即马随来啊啦。是啦是啦，啊恁大家看啦，总管是足偏心的哈。总管，你给我点去啦！我甲你讲哦，那不是恁阿兄哦在做官哦，我那就甲你开。看啥看啥，做代志啦，阿婆靠薪水。古早观念讲，查某人菜籽命，啊，迄若是查甫人独生啊，佮嫁两个囝，这毋知算甚物款命？社会人讲，财主修难交全，迄有囝是有囝命，无囝讲天注定。啊，若是三顿都无米通落鼎，啊，佮有囡仔事事着爱请，这真正八仙过海嘛变袂行。啊，社会上有人重情重义，啊，有人为财为利。啊，若像争房主的查某囝。迄恶甲连歹人都惊伊惊到半小时，啊！但是伊思思念念，就要甲伊的情郎来结成连理。啊！若伊救足威风的性命，这是食人一口，报人一刀，讲道理。迄嘛有人有财有利，是你兄我弟；啊！若无财无利，是日头请的呀，随人顾家己。啊！半边吊肉公鸟半死，啊！看有食无是病相思。米粉总管四娘仔家己无敌，一工到暗笑想米粉西施。迄时到，互人见到车奔倒，惊做会见笑当生气。迄唔知会想袂开，惊啥物款的歪气。啊，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价值。有人趁乌心钱，要阁求神明来甲伊保庇，这亲像福州人念汉诗，讲现世。赵威风现主持，家己派方金红，要阁替人看风水。这除非三山国王显神威，迄若无推讲推，气讲推，迄对句真正袂晓喘气。明仔载八点，新生动员令。天暗，我要唱歌。我知影你的孤单，等一个人我。你一个人过了好无？我的姊妹啊，日日甲我叫。我只想要好好的唱歌，希望希望你也斗阵来听，大声好悲伤，有无好轻松，你才唱有我。你一个人过了好无？我的姊妹啊，直直甲我叫，爱你呐，你搁小等下。